它只要勾上那个边儿，咔一下就行了。好，等会儿不敢勾太久。勾长了，你这那里挂住了。哎，我拽起来了。拽吗？对那个位置吗？大家有没有一个好的招？钥匙忘记在后备箱了。这个是旧伤，你看这里还有。啊、这什么？啊，八月瓜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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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觉里面这根像香蕉，但是里面这只是黑色的。是只有咱们，只有你们这儿有吗？没有，到处有。现在他们有用基地来种植的，卖这个挺贵的。有种植的，开锁师傅来了。他也是拿个铁丝过来。你看他手里面，你看。这是一个夹的，一拉一夹，是吧？对呀、啊。对呀、啊。电视台的朋友过来拍一些素材，结果不小心把车钥匙锁车里面了，所有的那个器材设备都在后备箱，拿不出来了。现在找了一个开锁的师傅过来。那个开关搞过。三过女的。三过女的。搞懂了？六也开不起来。跟那个五里头那么一样的吧。那么远的，那不是一样的啊？不是一样。好，也是拿汽车把它顶起来。要不要系统？系统。年纪比咱小了。哎，他这个好，这个多少钱？我买一个了。你看这个搞两下它就开了。好奇怪，一般车不是钥匙在里面的锁不住吗？它自动锁。这不是一般的车，不是我这个车座，你们还是开不得。怪了，你们开锁的应该是高人还是开的。这锁玻璃米缝你最好挤好，他妈的，太紧了米缝。是啊，太厉害了。你在这里看着，把技术学会。学是学不会的，技术都在里头，这个外边撬谁都能整。人关键技术在里头，人闭着眼睛了，咔咔听着咔，就能给你手。这回来我家里故事太多了啊、哦！飞机又去哪里？飞机钥匙又锁车里面了，还飞机还撞墙呢。对你这一波三折，不止三折了。就是故意要给你们多创造一点故事，太难了，忘了。嗯，如果到最后那一招的话，我来啊！都别跟我抢，到最后我来。来一步，敲玻璃。大家都搞不了，对，敲玻璃的时候我来啊！我的钱包。是，然后我在想，这个钱既然是我花的，我要不要亲自来呢？你们那时候三个剪刀石头布，谁赢了谁敲。谁赢了谁敲。你看老师教一下敲怎么念。是要敲敲门的敲。我们本很火的一条视频吗？我还知道是怎么说。我说我们是爷鞋，偷鞋的孩子。咋搞？就浪费我们一天。开了，不用砸窗了，不用砸窗户了。刘老师那里开心死了。哎呀，省了我好多钱呀！这个叫什么？有句话讲得好，叫什么？专业的事情找专业的人做。对对对，跟师傅是讲的200吧？对对对，讲了200。他就是用那个磨两下就开了，你想一下。师傅，谢谢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摄像你是专业，开锁他们是专业。那个留在这里算了，哎呀，是吧？200块钱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冒出来我弄了把板来呀，不冒问那那板板烂哎的，冒鞋都那两问，哎呀弄了。遇上这种情况又。对啊，那我那一次的那个，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开了。是我叫他拿那个扳手进去磨，真的，把它打开，一个小配件吧。这个呀，师傅，你坐我哥的车，你看吗？不放，他说这不是你的车，慢走不再见。
他这个有点轻，这个有点的。你帮我